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Lambert 啊。好開心可以喺9月22號咧，星期六嘅3點鐘咧，會喺基督書樓有一個嘅簽唱會。咁到時我會除咗會唱一啲 I'm Not Alone 裏邊我自己好中意嘅一啲詩歌之外咧，亦都會係同大家分享下我嚟緊喺音樂上侍奉嘅一啲嘅新嘅方向啦，同埋新嘅 project， 譬如話嚟緊我哋將會推出嘅 podcasting 啊咁樣。咁希望到時會見到你哋啦。